前几天小柯突然打电话找我借钱，我有点吃惊，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联系了。我问他说怎么了，他告诉我他和同学合计着创业，想要开一家饭店。听到他的计划，我的心一跳，在这个人人都在将就，都把自己的梦想压抑在心底的时代，还有人正朝着自己的所思所想前进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动容的事。这让我想起之前家里人劝我考公，他们说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要生活有保障就行。听着他们的劝说，我差点就妥协了，又或者说我真的妥协过。我拿着行测书艰难地看着，说实话，我打心底里不喜欢从事这一行，因为我压根儿就看不下去书。可是为了谋得那份稳定，我硬逼着自己去看。好在后来我及时醒悟，我不希望自己为了大人眼里的稳定就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把自己的梦想抛去。现在我做着自己想做的工作，虽然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，但是那是我心里向往的，就算再苦再累，我也觉得值得了。小柯开饭店的梦想在大一的时候就萌生了，那时候他刚到重庆，他发现那些面的做法并不复杂，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产生了。大学毕业后，小柯并没有选择找工作，而是选择了念研究生，因为在他心底一直都有一个名校情节。然而他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他们觉得女孩子嘛，念大学就不错了，没必要把学历弄得太高，所以他们一致反对小柯的决定。但小柯又怎么会轻易妥协，他是一个认定了目标就要往前冲的人。记得高三的时候，他担任了生物课代表，但他生物的成绩并不好，可他喜欢呀，又或者说为了起带头作用，他的成绩硬是从45分提到65分，这20分的跨度来得并不容易。每次上完课吃完饭后，小柯只在宿舍休息了10分钟，就奔赴到教室，拿起生物书认真的研究。每次上生物课，他都会积极地向老师请教问题，晚上晚自习也是抓住所有的时机请教问题。然而一开始小柯的努力并没有显现出效果，他的成绩依然如之前一样停在了45分，不肯前进一步。小柯也曾气馁过，怀疑过，甚至想要放弃，但在嚎啕大哭之后，小柯依然拿起了生物书死啃。或许努力从来就不会白费，只不过还未到厚积薄发的时刻。之后的几次模拟考，小柯的生物成绩大幅度提升，直到高考也一直稳定在65分。小柯那股为梦想拼搏的韧劲儿一直存在。在他考研究生的时候，又一次很好的体现了。他每天6点起床，带着书，踩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奔赴图书馆。当别人在谈笑风生刷剧的时候，他在努力做题。当别人成群结队一起去吃饭时，小柯孤身一人来来往往。即便最后他没有考上，但小柯也只是痛哭一场就重新站了起来。他说努力了，就算最后的结果不是美好的，他也不后悔。于是小柯又投入了找工作的大队伍中。他原以为凭借自己漂亮的简历，应当可以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然而面试屡屡受挫。在经历了几十场面试之后，终于有一家不错的公司录用了小柯。但这时小柯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，于是他经过一番思虑，决定和同学一起开一个饭店。然而不出所料，他的父母仍然持反对态度。他们说毕业了回老家随便找个工作就好，女孩子家干嘛那么折腾。小柯是一个认定了就要把事情做好的人，他不顾父母的反对，承受着同学的不看好，坚持着自己的梦想。没有资金，他就向我们这些老同学借。他曾问我说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做着一份可以生活的工作，
那么曾经拼死拼活努力考大学又是为了什么？这句话让我惭愧无比。是呀，我们曾经都怀揣梦想，都激情澎湃，可后来我们还是妥协了。我们做着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，无关梦想，无关热爱，有的只是可以糊口。我们的梦想早已被自己丢在了看不见的地方。可这世界总有例外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在某个阶段，他们都曾为自己心之所向而努力，他们活得有激情，有温度，有态度。小柯的饭店早就可以盈利了，他现在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心思都扑在了自己的店上。他说，即便每天累得不得了，可是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业，那么所有的累都是幸福。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像小柯一样，有着清晰的梦想，并为此真真正正的努力一把。即便最后失败了，但又有什么关系？总比丢失了梦想好。人这一生总得为自己的梦想拼一把，管他成功或失败，努力过就好。突然一场雨浇透我思绪，潮湿的空气让思念蔓延。下雨就会想到你，莫名的思念找不到原因。新的缝隙被雨水渗透进去，像雨太大你还能否记得起？对你来说我是不是也像场雨，匆匆降临又匆匆离去。潮湿的空气让思念蔓延，爱情的